呢，你要去发现，在2%到4%微量的一氧化碳之下，心脏缺氧就会发生了，哦，心绞痛就会出现，哎，有可能你心脏病就会发作，有可能心肌梗塞，把这些钱节省起来做好事，哈，哎，做好事，生命就会保佑你，然后不只是好兄弟也会帮忙你。大爱二台今晚10点，今夜说新闻。